没有打过仗，没有为谁打过仗的那种心理上的纠葛，那个心理上的矛盾我们都没有。我们这样的人何忍去批评我们的父亲、我们的祖父那一辈的人，说：“哎，你干嘛为日本人打仗啊？”对不对？哎，那个东西是用生命去跟你去争取我后代的生存呢。那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出来的事情。一颗子弹打在你的脑袋，你死就是死了，你什么希望都没有了。你以为他们真的是很想要去打仗吗？我前面就讲了很多嘛，我们希望自己成为日本的国民，因为我们是第三等人，我们是第四等人。我今天为天皇作战，是我希望你把我看作人。我们只不过是在找到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尊严，而我们是为人的尊严而战啊。大家希望为天皇而战，为日本而战，因为我们不要像平地的汉人一样，我们低于平地汉人一等，我们更低于在台湾的日本人一等，我们是三等国民。嗯，我跟你讲，原住民没有为国家而战这回事情啊，不要给我乱讲。这些都是现有的政客学者再去搞一些为自己的政党服务的那个说辞，为你自己学术去服务的这个说辞。